毕业往年都打那个脱敏针儿，但是听说打那个针儿不太好啊，对身体不好，所以今年什么针儿没打，就是硬挺硬扛，吃了点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，点保健品，反正硬扛，一直扛到现在，比去年强多了。去年的时候就这块眼都肿了，烂些小点儿这块，然后鼻子也肿。今年扛到现在，效果还是可以，硬挺。我今年什么药也没吃，口服药没吃，然后捅鼻子的那个喷鼻子那种喷雾也没吃，也没喷，就是硬挺到现在，还挺好。我估计今年要是挺过来，在以后这鼻炎就不能发作了。鼻炎吃任何药都没有用，所有药我都吃过了，吃任何药都没有用。